唔可以参加一种无效的撒娇。比如讲，你可以在无名小卒，做你的吃到挑不时好，你骂人都好，你阿丢咧，这对你几乎完全冇帮助诶。你应该努力的事情就是，你将事情做好，然后爱挑不爽的骂人，要打听那边去，那边有错的，你讲，喂。阿天是男人做诶，你帮我请出来好冇？就暗用，你要创造自己的价值，用骗人去请你，而咩咧？你要去喷你只，去喷你只，喷到自己冇一价值，要咪用？唔定嘢觉得挨工到眼冇？当你以为你咧真正能做出有趣的事情，那有能力的事情，而你价值观同你能力咧，将体现到。骗人老是骗你联系，而那种骗你联系，真系有价值咧。而我们呢，你嘅答案就是在商量边尊重人家骗自己，其实佢就好可笑喎。如果你本身冇价值老联系之外，人家想带你就带唔入啦，包括你嘅亲戚，你条嘢嘢都是介人家唔到喎。所以咧，自己不断地创造价值。不断地做出一些非法的东西，而人家的情谊还没有讲啊，冇实力爱死就少讲嘛，有实力爱死诶，啊根本还是不是讲嘛，你就讲点啊，讲到眼毛，等下应查，加油。